街坊邻居们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明天要去广州出差，有带东西的吗？你带啊？钱顺发？什么钱不钱的？我跟你说，别提钱，回来再说。钱顺发？太嘚瑟呢啊！我让你出去待会儿，听不懂是不？是我出去待了好大一会儿，刚回来。我让你出去待18年再回来。又咋的了，媳妇儿啊？还咋的了？钱顺发，你是不是没长心呢？啊，明天就要去广州去给人家上材料去了，你跟谁商量了把钱借小四儿了？10万块钱呢，你上哪儿整去？你没有钱怎么进材料？没材料怎么开工？媳妇儿啊，小四儿是我的发小，对咱们两口子，对咱们全家都挺好的。你说人家有困难了，你说我能不帮一把呀？ 钱顺风啊，自个儿被蚊子叮的满身大包，还有工给人挠痒痒呢，心咋那么大？出出出出出出出！不是，媳妇儿，我刚才给小四儿打电话了，小四儿他说他忙着呢。再打，催一催，懂不？催啥呀？你说人家又不是不还钱，你心没长心呀。喂，四儿啊，我是顺风。是啊，我忙着呢。 忙着呢，出去，忙着，出去。哎呀，媳妇儿，你听我说嘛，不就借点钱吗？人家小四儿从来没长心，你知道吗？行了，你俩别，孩子在这干啥呢？还能干啥？没看见吗？咱家二驴子又撂蹶子了，谁说的？就是爱你。把脑瓜子给我拿开，能动手尽量别吵吵啊。 啊喂，啊刚子，3万块钱取回来了，那赶紧回来吧，路上注意安全啊！哎哎，大姐，你让我大姐夫取那么多钱干啥呀？不有人要用吗？借人呐？是啊，那么多钱借出去，万一还不回来怎么办？哎呀，不就3万块钱吗？能还就还，不还就拉倒呗。以后我跟你混了，行啊，算了，算了，我还是看我大外甥。二敏姐。 你刚才听见大姐说啥了没有？听见了。3万块啊！啊，说借就借了，不还就拉倒了。这是我大姐吗？哎呀，你从这管事情，大姐了，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哎呀，媳妇儿啊，有一句格言你记着不？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这就是说我呢，现在啊，看似我已经走向绝路了，马上就会有转机。不是，转机在哪儿呢？ 我去买张彩票，肯定中奖。等我的好消息。你回来，是不是疯了啊？买什么彩票啊？媳妇儿啊，买彩票就是个概率。我告诉你，这我不是吹，我看看这一期一等奖的号码，我就马上就能分析出下一期的中奖号码。我看你就是在吹呢。你看我咋是吹？哎，你等着啊，我看看啊，我看上一期啊，上一期在这儿呢。 上一期是3829六七九九九九，这是上一期的一个。我看，3829六七九九九九。哎，这号听这么熟呢。当然熟了，不光你熟，我也熟啊。前面这一组数字是大姐，大姐夫妞妞的生日，九九九九是咱妈的生日。哦。对不对？咱爸咱妈那是一天的生日，9月9号吗？对对对对对。最可笑的就是咱大姐。 我大姐守着这个号码守了3年啊，天天买这个号啊，一次没中啊。<笑>哎呀，这回又是这个号。<笑>他中了。哎呦，我大姐。哎，我说怎么说话这么硬气呢？是啊，我说这啥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号码如果中了的话。 还有个特别号码啊！如果也中了，那就是特等奖，那老多钱了，就算是2等奖也老多钱了。老公，媳妇儿，大姐，大姐，干啥呀？大姐，我这干活呢。来来来来，哎，大姐，你现在这个身份，你不能干活了。对呀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干活看在我们眼里，却疼在我们心上呢。那你是不是耍碗去了？对呀。哎呀，大姐呀。 凉水呲在你的温柔小手上，我这心疼的不要不要的呢。嗯。
我这不有胶皮手套吗？胶皮手套能阻断凉水，温暖不了你的小心脏啊。对呀，淑芬你说的对呀、啊、赶紧抓紧时间干活去。我刷碗。等会儿。哎呀妈，你俩给我整懵了，今啥日子呀？大姐你快过来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，明天我要去广州出差，我就要给你买一身新衣裳。大姐你要什么型号的？你看你好好的给我买啥衣裳啊。哎，必须得买，在我大姐夫眼里你那婀娜的身姿必须配件好衣服。大姐在这个家里谁的衣服我都不带带的，必须得给你买，因为你在我们家那就是天上的星星，翱翔的苍鹰，泰山顶上的青松。世芬啊，你给我买的衣服我不白穿啊，你告诉姐有啥事儿要求大姐的。大姐上道 啊大姐你快过来。来大姐、我问你一个事儿啊，你是不是今天买彩票中奖了？什么彩票？你看还装呢，你演技那么好呢。哎呀，那我给你说个号码啊，3829679999，这个号码熟不熟啊？这号我守了3年了，可是一次也没中啊。这回是不是中了？中啥了？哎呀叔，你演技最高，还演不知道的样子。我真不知道，你说我知道我能不买吗？是不你没买呀？妹，这两天都是老爸出去买菜，我哪儿也没去。不是大姐呀，这节骨眼上你让老爸买什么菜呢？大姐呀，我发现了，你就是没有这个命啊。新衣服也别给你带了，刷碗去吧。喂，老伴儿，那5万块钱取来了？行，拿回来吧，道上注点意啊。哎，你们两口子在这干啥呢？你大姐呢？刷碗呢。啊，一会儿她出来，你告诉她啊，昨天我不替她买菜吗？剩2块钱。我就做主了，按照他以往的号给他买了张彩票。爸呀，你帮大姐买彩票了？买了。还是按大姐以前的号买的？就他们一家三口加上我跟你妈的生日。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爸爸你请坐。我坐着呢。站起来，坐这儿。不是从那儿挪这儿，你说我这老腰受不了，腰很好啊。不是表示是爸你腰疼啊，我给你揉揉。这个部位叫肚子。对，肚子能辐射到腰。哎呀爸呀，你看你这身肉多可爱。什么意思？嫌我胖啊？胖是福分呐、你有福分，我大姐也胖，我大姐就没有福分。哎呀，我大姐什么泰山上的轻松啊，那就是马勺上扛着一个大马蜂。哎，陈小凤，这人我招你了，我。你一点福气都没有，你看看爸，哎，就买了一张彩票，中奖了。不是什么玩意儿中奖了？爸，你不是按大姐那号买的吗？中奖了。还演呢。来爸，你刚爸呀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你说明天我要去广州出差，我要给你买一身新衣服，要什么型号的？顺风啊，哎，你可好几年都没跟我说这句话了。爸，给你买件新的。爸，这是什么？是这么回事？啥意思？这顺风吧要进材料，这资金吧有点问题，然后您把这彩票兑完奖之后，您看您能不能？哦，你说这彩票中奖了？对，这个彩票吧是用你大姐的钱买的。中了奖，这个奖金也是你大姐的，那个你拿好了就抵着了啊。大姐，哎呀，别叫那么好听，我就是那大马蜂。哎呀，闹着玩闹着玩。还有这么肥的大马蜂？行了，你俩我还不知道啊。等这彩票兑完奖，你俩有啥困难，大姐帮你们啊。放心，你好，大姐。呀，行了，别捧我了。行了，哎呀，爸爸。哎，爸。这彩票是用您和我妈那个生日买的那个后四位数？不对，这四位数就是我跟你妈的生日。哎，这后面也不是999？怎么不是？爸妈的生日你都记不住了？爸妈是一天9月9号，9999。你说的是阳历，我按阴历买的。
爸爸，谁允许的？谁允许你私自修改号码的？不是，你说你大姐按照那个阳历买好几年也没中过呀，我一想我改变一下思路呗。你这不是改变的思路，你是改变的我的命运呐、啊！老公回来了，哎哦、回来了。呀、yeah, ，哎呀，咱家今儿个人挺齐呀、啊。妈，马上就不齐了，再见。哎，孩子，干啥去？我要去浪迹天涯。为什么？都是彩票惹的祸呗。哎呦，彩票啊！哎呀，啊，大米粒，我想起来了，昨天晚上妈路过彩票站，买了一注彩票，人家都知道你喜欢这个号，我就照这个号买了。你看尾数四个九，哎呀，哎呀，真的，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妈妈，妈妈，啊，不是，妈妈，咋回事啊？妈妈，啊，那等我先看看，我先看看啊。对对，这个数。哎，38296799999，对了，特别号码一，中奖了，耶、啊！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终于中奖了。二米粒啊，给妈跪下。好嘞，哎，等会儿再跪。来，让我来宣布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。太不容易了，太不容易了、哎，快快快！哎，等会儿啊。不，这个中奖的号码中的这不是第885期大奖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妈，你买的这是886期，还没开奖呢。对、啊，妈就是买的最新这期，人先头那不开完奖了，人也不卖我呀。天哪，玩我呢？让天上的雷劈了我吧！顺风啊！平时你拿买彩票这玩意儿也不当回事儿，今儿个咋的了？这是啊，爸爸，不是这么回事儿吗？这顺丰明天就要拿着10万块钱去广州上材料去，结果他把钱借给小四儿了，也没还呢，他就合计买张彩票把这窟窿怼上吧。啊，你说你们一个个的，一会儿中一会儿不中的，你玩死我老公了都。顺丰啊，哎，你大小也是个老板，区区10万块钱。多大个事儿啊！就是啊，哎呦妈呀，10万块钱在我们家不是个事儿，我做梦呢吧？顺风，不瞒你说啊，我们大伙儿帮你张罗了10万块钱。顺风，我跟刚子啊给你准备了3万，一会儿把钱取回来就给你啊。顺风啊，我和你爸给你准备了5万，在我包里呢。还有我，我也贡献了2万，加一起刚好10万。你这个难关，全家人帮你渡过去。对。妈妈，哎，好孩子，谢谢爸，谢谢大姐。嗯、哎，就不谢我是不是啊？谢谢小姨子。不客气。哎，这啥呀？四儿，四儿，哎呀，四儿啊！刚才我给你打电话，为啥老挂我电话呀？啊，给我凑钱呢？不是，我刚才给你打电话的意思啊，就是10万块钱嘛，你能用就用啊，该用用，有就还，没有就算了。啊，有钱，又吹上了。街坊邻居们，我这是吹吗？是，我得吹呀、啊。我有这么一个幸福美满的大家庭，我最大的财富啊！